消息，水果姐凯蒂佩里在选秀节目上出其不意夺走一名19岁男孩班杰明的初吻，对方吓倒在地的可爱影片引起广大回响。班杰明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是一间百货公司的收银员，从没谈过恋爱，更别说是亲女孩。随后评审之一的水果姐要他上前亲他脸颊，却突转头亲男孩的嘴，将对方吓倒在地，影片也随之爆红，被视为眷顾还拒绝偶像的吻，班杰明理所当然地惹毛了很多水果姐的粉丝或是不可置信的观众们。他随后在社交网络上抛文表示，我很感谢评审以及这几天的评论，我说的不舒服只是指自己从未接过吻以及从没想象期望过。但他声明一出，底下网友照样还是留言吵不停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